大家好，我是三成道长啊。然后，这个之前的话，我告诉了大家为什么要学中医，什么样的人可以学中医，并且我大略的讲了一下，就说学中医要看哪些书目。然后的话，就说当然了，后来的话，就是有人私下问我说："老师啊，那我只是就是你说的那些的话，就是那些书，我现在去看，然后的话，我觉得还是有难度。那好吧。"然后咱具体到每一个类别来讲，咱先说大家问的最多的针灸方面。那当然了，咱之前咱也谈过了，就是针灸的话，它第一个就是《黄帝内经·灵枢经》，然后的话就是说这里边就主要是讲针灸的。当然了，这个《黄帝内经·灵枢经》的话，这个也是比较难以看懂的。那当然了，第二个就是这个。晋朝的时候，黄浦谬编的这个《针灸甲乙经》，当然了，这个也不好读。其实上还有一个，就是难经《难经》。《难经》的话，它是在这个《黄帝内经》和针灸甲乙经》之间的《难经》这个书也可以拿来看一下，不好看懂。最终，如果学针灸，一定要看这个，还有这个明朝的针灸大成。杨继周的《针灸大成》，以及包括就是《针灸巨婴》的，这个那是谁写的？就是我忘了。然后的话，就还有《针灸巨婴》等等等等，这个从《黄帝内经》开始到近代，非常非常多的针灸的著作，咱可以来参考来学习。如果说咱想快速入门的话，那近代的话，这些书也有很多。你像最简单的一个针灸基本功，这个当然了，这是谢希亮先生编的。当然，我在这儿跟大家说的所有书，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些书可以，但我并没有推销的意思，我并不是让你们一定要去买这些书，我只是告诉你们这些书可以，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懂。这本书可以，你包括就是说。咱看到的有很多，你像就说这个，李柏松老人的八字针法，以及就是现在零零碎碎的有非常多，我也不能具体的告诉大家。以哪些为主了？根据自己的喜好，我这儿只是讲了我自己的喜好。你像董氏奇穴的话，这个我着重说一下，为什么？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话，咱从大陆能找到董氏奇穴的书三五十种是有的。那三五十种，我到底该学哪个？我是不是要把它都搂过来？我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经验来告诉大家，董氏奇穴，如果你能买到。这么说吧，就是你能买到，就是最早董景昌先生编的那一版。如果你能买到这一版，就看这一版就可以了。如果你能买到1995年杨维杰。编的那一版也可以，当然现在的话就是说邱亚昌先生编的那一版是迄今为止最清楚的，因为他全铜版纸印刷，所有穴位他都是真人实际演示的，所以说，我给大家写一下吧，邱亚昌，这个的话也可以，但是呢。甭管你看谁的，这些的话都不重要。当然还有其他的，你像李国政编的，你像直接这个刘毅编的，你包括这个胡文志编的等等等等，董氏奇穴的书非常非常的多。我重点交代给大家的是什么？如果你看董氏奇穴的话，你甭管是哪本书，你找准了你就看这一本，
就行了。你不要说我看看这个又看看这个又看看这个，如果你这个也看那个也看，你就彻底迷惑了，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东西是讲的不一样的。然后他讲的不一样，那你就在你最开始初学的时候你就会造成疑惑。当然了，我今天的话我不想跟大家讲就是董氏奇穴他们从董景昌老先生发展到现在这几十年当中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因为这个的话毕竟来讲我不是董门弟子，然后的话就是说有很多事情虽然我知道，但是现在的话这个不适合我来评价，但是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跟大家详细的来掰扯这个事儿，但是今天不说了，我只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当你学董氏奇穴的话，甭管你找的是哪个老师的书，照着看，使劲看，看懂看明白，跟着他学，学明白以后你再去看其他的书，你不要直接说我这个我看了看，哎，我觉得还行，但是我还没完全掌握，又看了看这个，这个又没完全掌握，又看了这个，那你彻底就迷了。当然了，直接就说除了这几种针灸以外，你还有这个所谓天应针，也叫天应穴，那包括还有平衡针，包括咱道家的天乙神针，这些的话针法非常非常的多，我只是大概给大家有一个方向，具体如果大家对针灸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信我留下你们的问题，我帮你们具体就你们的问题来给你们具体的回答。 OK， 好，这个咱就再见了，然后下次的话咱给大家主要讲讲就是艾灸那边，然后咱应该是看哪些书或者是跟哪些老师学。好，拜拜。